祝福了，可惜就看看他以前的作品。这个是昨天很晚才知道的，等一下我可以一起去关心一下。他应该是开心的啦，没什么好关心的。他好多特点哦，讲一两个。他非常有魅力啊，就他一进来所有男生都昏倒了。我看到一幕我还蛮心动的，就是我们拍结束过后呢，就拍牵手啊，跑来跑去这样，然后突然间有一只狗狗就跑过来，然后他就一直去摸他，然后觉得这个女生很有爱心。然后结果突然间我们就发现到我们的车卡在沙滩，就出不去。结果他整个他穿短裙哦，他整个就下来帮我们一起推那个车出去。对他就是没有在做戏，因为现场也没有人在拍啊，因为已经拍完了，他就一直帮我们很用力把车推离开那个海滩这样。对，非常专业，然后也非常可爱，祝福了，可惜就看看他以前的作品就好了。其实那时候我们是东南亚影展，就各国的导演跟演员都有在，然后东南亚有十个国家嘛，然后他是跟我是代表马来西亚的，所以我们是坐在隔壁桌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新加坡的梁志强导演坐在一起，然后梁志强导演就不好意思去找杨紫琼合照嘛，我们那边要称他丹斯里杨紫琼，不好意思，丹斯里杨紫琼，就梁志强导演就有点不好意思，我就硬拉他过去，说你要不要跟他拍照，我帮你开口这样。可是就在我快要拉他过去的过程中，那个丹斯里杨紫琼就走过来，他自己走向我，他说：“哎，我的侄子想跟你拍照，可以吗？”我就怎么会这样？我这件事情就可以让我吹一辈子。